找到让你变回人的办法了。我觉得不太靠谱，先打过去试试看吧。要不算了，我其实……谁呀？一大早就打电话来。我们出现大麻烦了，我不小心把木木变成了猪。你们俩明天来西西路66号吧。我不要去，这肯定是骗子。是真是假，进去不就知道了。老婆婆，我们不就是把人变成猪吗？来喝下它。来，张子。原来当一只猪这么幸福啊！阿萨米亚赞哈巴萨纳，还是这样的我最帅。我为什么没能把它变回来呢？还不是你太笨。梦邪解咒方法这件事可不能暴露。妙妙，你昨天说过要养我一辈子的话，现在还算数吗？当然算数了，以后就由本姑娘罩着你了。那余生就请妙妙多多指教了。